在三国武神中，玩家可以选择豪杰、乐灵以及天机这三种各具特色的职业来闯荡天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特殊的战魂系统，让玩家能够化身为三国名将，在战斗中大显身手。而除了可以强化自身的技能和装备之外，也能够培养战魂，同时强化变身时的战力以及平时的属性加成。而且除了一般的剧情任务之外，还有千里走单骑、群英会、每日答题等丰富的模式等着玩家来体验哦。